艺人左永宁2011年与小六岁从事金融业的香港籍男友结婚，怀孕后常在微博上分享准妈妈的生活琐事。目前挺着超级大巨肚的她，22日在微博上写道：再过几个小时，我的身体就要变成另外一种形状了，这样的形状我以前无从想象，或许是我的极限，充满爱和酸甜苦辣的形状。并附上唯美的裸身怀孕写真，看来相当期待准备迎接新生命。有趣的是，左永宁常分享自己的圆肚照，他表示没有看过别的孕妇的肚子，被好友夸赞她的孕肚很漂亮，乐得说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好友，一张甜嘴让她愉快。这回她更放出全裸照和粉丝分享当妈妈的喜悦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